大家好，我是赵闯。我们来画铸成暴龙的全身。铸成暴龙是一种晚期的大型暴龙类恐龙。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头部跟身体之间的各个部位的比例。在画之前一定要做好这样的规划，尤其它的尾巴占有身体一半的长度，因此我们不能只顾着前半身，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先给它规划好。 Thank you.
Thank you.